好 ，AI 晶片大厂辉达将在周三公布第三季的财报，市场预期财报将优于财测，连续第八季表现亮眼。但就在财报公布的前夕，有媒体报道辉达新一代的 Blackwell 晶片配套伺服器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过热，可能会因此延迟出货。那包含 Google、Meta 还有微软等主要的客户，对于能否按计划部署都感到相当。